要为大家演奏的是三首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那么，在去年，萧泰然老师很不幸的过世了。那么他遗留下来非常多的作品。那么当年他在美国居住的时候，他把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这种情感寄托在他的音符当中，所以创作了很多以台湾的民谣曲风做素材，还有以原住民的舞蹈形式做题材，还有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也创作了很多的一些圣乐的一些作品。那么要分别为大家演奏的是都是很好听的曲子，萧泰然老师的《望春风》，还有往你早归，还有一首是《梦幻的恒春小调》。我想从这里面大概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听得到很多的民谣的一个曲风。好，现在就为大家演奏这四首曲子，谢谢。实在很抱歉，眼睛花了。第四首曲子没有介绍到。那第四首曲子呢，是来自于俄国的作曲家格拉兹诺夫，那么他所写的 Meditation 冥想曲啊。那这首曲子也是听了耳朵会流油出来的，非常的好听啊。那是这首旋律非常非常的动听。好吧，那就一口气为大家演奏五首曲子，谢谢。